全军撤出河外500米。撤！拦截天斗大军的任务交给你，我去拦截唐三。噬魂蛛皇第六魂技。前辈，请助我拦截比比东，我需要点时间。交给老夫。哎，对，这得让我来。海神。是掌控所有水质能量的神，在海神候选者面前企图用护城河水来阻挡，这可笑吗？虽然我还不是海神，但想要凭借水来阻挡我军，白费力气。实力依然堪比半神。